哇，你都捡那么多了，都装不下了，分我一点吧，我帮你。不行，我还要留着买烤肠呢。你这能是？干嘛？是我先看到的。我比你快。哪有你这样的呀？啊？聚餐吗？怎么开始捡瓶子了？不行啊！太丢人了。是你懂什么？这都环保，你太丢人了。啊，你懂你懂。他谁啊，立川？哎呀，一个朋友。朋友？你怎么到哪都有朋友？哼，我立川最不差的就是朋友。真的吗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哼，看好了，我教你啊。就他吧，我喜欢你。Later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看到没有，我又多了一个朋友。这么厉害，我也是这样。我喜欢你，可以和我在一起吗？嗯？怎么那么快就来消息了？好呀，我现在就过来找你。哎，这不是上次那群男生吗？喂，上次不好说是你妹妹，这下好了。哎，没事，我帮你解释啊。尿哥，你们想干嘛啊？可以认识一下你妹妹吗？啊，很抱歉兄弟，其实她是个男孩子，上次是个误会。怎么可能啊，蒙我的吧，这明明是个女孩子呀。是真的。哎呀，我真是男的，你听我声音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呢啊？变声器，一定是变声器，我没那么好糊弄。看来跟她解释不清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除非你的头发也是假的。哎，干嘛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她女朋友。反正家里我们是回不去的啊，你如果肚子饿的话，我只能找我室友借一点，因为我口袋没多少钱了呀。都怪你啊，我看到你就烦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。你又回来干嘛？这话说的，这是我宿舍呀啊。涛哥，有吃的吗？还有滚。星辰，嗯，有吃的吗？啊，拿一点出来。那就一颗糖，要不要？不要拉倒了。哎，阿文，这个泡面没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上次还请你们吃过饭呢，你们忘了吗？哼，吃了什么东西啊？15块钱麻辣烫那叫吃啊啊？对啊，又不好吃。我不管，这个泡面必须拿走，不好意思。给我拿过来。阿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啊！我就剩这一包泡面，你还给我拿过去？你怎么进来了啊？你说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？这是我弟弟，是不是？你要吃东西吗？我这里有。哎，你看这么多，我靠！快来，我这边还有，好多糖啊！这都算什么呀？啊，来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哎，你说句话。啊，他是男的，说句话，不是你怎么又不讲话呀你？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这误会越来越深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走开，无语了。李川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对别人这么凶呀？她有别的闺蜜吗？介绍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走开。他是男的，真的搞不懂了。你们是多久没有谈恋爱了呀？无语了。切。来，我们接着玩。我刚刚是不是对他太凶了呀？不行，小灰灰，你干嘛在这里洗碗呀？啊，这不是我们的碗吗？我怕你赶我走，所以我偷你吃。哎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刚刚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啊。不过为什么你总是不讲话呀？啊，是不是？我饿了。走。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。我真的服了你了啊！你大晚上一碗水为什么不关呢？天还没亮，楼下就上来投诉了。现在可好了啊，房东不让我们住了，开心吗？我又不是故意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你别以为你长得比我帅就了不起。干嘛了？啊？这怎么对一个小姑娘动手？对呀、啊，还让她拿那么多东西，好意思吗？哎。别误会啊，他是男的，各位，他是男的。小慧，你赶紧说句话。明明是个女孩子，跟他们解释一下。怎么听说话呀，你。你看这个小姑娘，拿那么多。好的，我知道错了。走快一点啊！笑什么啊？好累啊，立川，我们到底去哪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呀，再看吧。对了，你那个女朋友不是最近出差吗？要不我们去她家住几天吧？哼，想都别想了，我最近和她吵架呢，谁先联系对方谁先输。错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了就好，钥匙就放在门口的地垫下面。好，挂了。看什么啊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
进去吧。哎，立川，你女朋友爸妈不会过来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想那么多干嘛呢？先吃东西吧，走一天路了。你不是没钱了吗？怎么买那么多吃的？哎，对了，立川，我们今天晚上睡哪里啊？哎呀，我们睡那个小房间吧。小辉，床给你铺好了，赶紧进来看看。来了。哦，立川，嗯，你今天又给我买东西，又给我铺床的，我早上还那么对你。道歉。这是我的床，小辉辉，你的在那。哎呀，你看你睡觉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，又安静又暖和，对吧？一点都不好笑。哎呀，喂，爸爸妈妈来看你了。他爸怎么来了啊？我哪知道？龙啊，你在家吗？别讲话。谁在里面？我龙啊，我龙啊。好了，看一下，应该像女孩子了吧？啊，小辉啊，今天就委屈你假扮女孩子了，没办法，哥真的不想去相亲。等一下我先进去，然后你晚几分钟再进去，听到没有？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就点头。你不是不喜欢讲话吗？啊，今天就不要讲话了啊。还有，你把这个口红再补一下啊。我先进去了，我的话记住没有？哦不，请问哪位是严小姐啊？我是啊。你好，我是王阿姨介绍的，立川。你怎么和照片看起来不太一样啊？哪里不一样呀？身高啊。身高1.75米，我挺高的呀。再不济我可以给你增高嘛，怕什么？走路来的吗？对啊，问这个干嘛？没有车吗？没有，暂时还没有买呢。你现在这个年纪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新开的餐厅挺不错的，我请客呀。餐厅啊？一般的餐厅我可吃不习惯的。这是？这位是我闺蜜，她说话一直都是这样，你介意吧？不介意不介意。那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我知道有一家海鲜店，他们家的澳洲大龙虾挺不错的。好呀，就是这个。好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来来来来，这是我女朋友，走啊，我们四个一起去吃澳洲大龙虾，走啊。王阿姨没告诉我你有女朋友啊？那王阿姨也没告诉我，你有个这样的闺蜜啊。那你们吃不吃啊？不吃的话我们去吃啊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吃。拜拜。Later。哎。我去吃澳洲大龙虾。Oh, my God.寂しく